海南文昌是台球之乡，但是对于年轻人并不一定会认识，那通过这个比赛以后，当然一定会影响这个排球队的吸引力。尤其我也希望我们通过九九杯能够影响更多乡亲回来，也看看我们的参加我们的球赛，那么也带多一些年轻回来家乡。